有被撞跌倒过。其实我们被猪撞啊，被牛踢啊，为什么我们要在外面大太阳要给动物欺负？农民也不见得会支持我们，因为我们是执行机关。像猪啦、水产啦，有什么问题，我们都直接拿到黄志守检查，让我们减少很多哈麻烦的事啊，知道吗？啊，不要怕死啊，啊，别死人啊，哈。